好，开始哈。The biotech companies are working towards using plasma to not only tackle age-related diseases like Alzheimer's and organ failure, but also to reverse the aging process of the skin. BG 到这里。The biotech biology 叫 bio technology 叫 tech 生物科技生技，所以生技公司叫 biotech companies。生技公司发生什么事呢？去 Y 加 IS 哦，这是复数型。目前运转叫 working， 这叫现在进行式 working。那针对什么朝向什么方面呢？叫 towards 加个 S， 这是英国的用法；不加 S 是美国的用法。这两个都是介系词，朝着什么方向叫 towards。所以运转是朝着 using plasma 使用血浆。那我这里有一个血清叫 serum， 血浆叫 plasma。抽到一管血叫 blood， 那血里面有血球叫 blood cells。你把血球扣掉之后，剩下的液体，好，里面如果含有凝血，含有那个凝血因子的，我们叫做血浆。如果把凝血因子抽掉之后，轻轻的叫血清。所以血清你就可以知道是黄，它是呈现黄色的，像橘子汁一样的这个黄黄的，叫做血清。那血浆呢，就比较像番茄汁一样黄黄的，因为它有个凝血因子在这里面，所以凝血因子抽掉之后变成血清，血清就不会凝固，那就可以拿去做生化检查。那血浆呢，它会凝固哦，你可以放着之后它会凝固哦，凝结起来哦。所以血浆通常会换抗凝剂，让它不要凝固，这样才可以拿去输血哦，输血就可以用。一旦凝固起来就不能用哦，所以很有凝血因子叫 plasma。好。所以呢，使用血浆要干嘛？不定词的目的，因为两个动词不能碰在一起。那等一下有个 not only but also， 不仅怎么样，而且怎么样？不仅呢可以处理 tackle 就是 handle， cope with， deal with， address， 处理什么东西呢？ age related diseases， 年龄相关的疾病啊，年龄相关的疾病像什么样呢？ like Alzheimer's， 艾滋海默症。所以这个地方是介系词变当形容词要先翻译，像艾滋海默症这样的年龄相关的疾病，可以处理这个。那同时可以处理 organ failure， 叫器官衰竭，所以衰竭叫 failure， 哦 failure， 失败衰退叫 failure。好，不仅这样子，而且还这样 ，but also to reverse 叫逆转，逆转什么叫the aging process of the skin。这皮肤的什么老化的过程 ，aging，ing 当形容词表正在表功能表令人感到，那是正在老化的过程。OK 的反转 ，the modern experiment， 现代化的实验叫 modern experiment， 实验要在哪里做？在 lab 叫实验室，叫 laboratory。当代的实验呢 ，partially inspired， 部分来说受到启发，受到谁的启发呢 ？Christy。Project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 Grisly 血淋淋的一个计划，所以 Grisly 就是可怕的。一般看到 LY 都想到副词，偏偏它是一个形容词 Grisly 可怕的 Bloody， 我们听过 Bloody。 好，这个计划呢是谁做的呢？被执行 Which was conducted， 什么时候被执行呢？ In the 1950s 1950年代所被执行的一个计划，名字叫做 CODE Cold paralysis, which were cold， 计划如果是一个，所以用 was， 因为在过去，所以用 was， 不要用 is。好，就是所谓的 paralysis。好，那什么叫 paralysis？ 叫异体共生。什么叫异体共生？你还是搞不清楚，所以要后面要用一个句子来，本来是要打到点同位格补充说明，但是我现在要说明的要很详细，所以为了要讲的很详细，所以干脆就打句点。后面再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什么叫异体共生。所以 parabiosis involved， 异体共生牵涉到什么东西呢？ conjoining two living animals， 把两个活生生的动物呢把它连接在一起， conjoin 连接在一起，那目的叫 to unite 连接在一起，把 vasculature 静脉血管系统把它连接在一起。那 to 目的 test 要来测试什么 ？The effects 影响效果，谁来影响谁的效果 ？Another organism's blood， 另外一个有机体的血液的影响。
那是针对什么影响呢？针对 circulatory system 循环系统。所以针对循环系统对另外一个有机体的血液的影响，就这样子翻译，由后面往前翻。那 young big mice 年轻不错的身材很好的叫 fit， mice 叫老鼠。那老鼠有很多，单数用 mouse， 复数用 mice， 不能加 s。所以年轻硕身的老鼠，就我 attach to 要附着，要附在谁上面？Familiar 相似性的叫 Familiar， 或是能熟悉的 Sedentary older mice， 这个 Sedentary 就是静态的，久坐不起的静态的，比较年长的这个老鼠，找年轻有在跳有氧运动的，去找那个久坐不起的年长的老鼠，两个串在一起，就串在一起叫 attached。 然后呢 and， 好，前面的句子讲完，后面接下一个句子。 In the past， 以这样配对的方式，in 在什么里面，在什么方面使用语言，用什么方法，以配对的方式，怎么样配？ They didn't die from a mysterious tissue rejection， 不会死于神秘性的组织排斥的配对的方式。所以呢，介系词后面接名词，名词后面可以接关系子句，关系子句当形容词，形容左边的名词，串在一起之后就当副词来看待。好，这样的话呢 ，the result 结果出来呢，哇，一群里极度的 beneficial， 很有收益良多，受益良多。对谁 ？To the older mouse， 对这个年长的这些老鼠来说，好，就这样子。